告诉你啊，以后你们再把莲藕买回来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香辣脆爽，好吃又下饭。首先把莲藕切成大半条，锅中水烧开，倒莲藕，加一勺盐和少许白醋，这样炒莲藕就是万能的配料。而且锅一发黑，煮个20秒，倒出来备用。锅中有热，下五花肉给炒，把鱼肉给炒出来，加洋葱、姜、蒜、小米辣，继续的翻炒。我每天都分享，非常的及时，麻烦你给我点小红心，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然后倒入莲藕，备一包外婆菜，这个外婆菜可以炒鸡蛋、炒豆角，都非常好吃下饭。给它翻炒均匀，炒出香味儿，再沿着锅边淋上少许甜葱，家里有条件的可以放点薯片叶，最后大火翻炒2分钟就可以出锅吃。这样做的莲藕下饭菜是不是很简单？你也干一双，做起来吧！